开塔吊的最开讨塔厌的就吊是麻钢烦，筋工，真的麻烦。站住！整个工地就忙了我一个，剩下的塔吊都闲着呢。今天自上班开始一直在吊钢筋啊，钢筋用量太大了，但是每次都吊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这是城市烟火气啊，路边摊开始了，工地大门口的。昨天这边一家卖饭的都没有啊，出来马路上都没有扔，现在人慢慢越来越多了，今天有三家，明天可能会更多一点。这就是工地门口的流动商店，还有拉条，多少？5块。菜盒。老板装两个鸡蛋。韭菜、粉条的，这个呢？3.5块。哪一个？这个。酸菜的。鸡蛋多少钱？鸡蛋1.5块。商洛烩菜炒面。饺子多少钱，老板？11吧，怪棒吗？这面条看着也挺香的啊。涮面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个面。瘦骨面有。瘦骨面啊？我要瘦骨面吧。啊。那个饺子你吃过加瘦骨面啊？可以快啊。啊，可以。你把菜色都不能说。能不能给你倒我一份就？炒面也挺香的嘞。你挣我钱，我都没有的。有人家不干你的。那炒面多少钱，老板？10一。都是10一啊。尤其今年东西还贵了，不让弄。对，去年已经涨价了，对吧？你这还没行。啊。都是我的。人越来越多了，现在12点了，这边卖饭的还是比较少。下午卖饭不？下午要给少五分。啊。这多了我这来了。可以。你就这么多几个？11，都11。好。来，叫你妈说这叫你啥时候？你我一说都不敢跟我说。不剩不剩，给他量加大一点，不够。下面，你没有饺子？没饺子，面马上。还有一个，校长你先吃吧。还没好。这儿吗，老板？啊，吃饺子。吃饺子的料汁。来，校长。这刚子把饺子水好下了两没下老了300，老吃了，等下两个端走了。可以啊，你多下点，你喊老狗。这才来了一部分人啊，生意太火爆了，我都想干这个了。那边还有一家卖米线的，都围满了人。去年这边摊位最多的时候，中午都有20多个摊位，20多个卖饭的，全部坐满人。现在只有这3个。老板，我有个面的。你能给我分儿？面的有。你用啥功夫？咱们吃面啊？可以。大爷，你不吃？老家伙。这一锅能煮7、8碗。老孟，我这个错了。咱我来一个，给我量大一点。先拿点啥吃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老好巧。对。我就是这边吃过的。我拉地，因为他好汉，因为多。我端这一碗饭真的不容易。
这熟着饭没辣子，辣不？不辣的。就是，还能要个叫你？我自己拌的这碗饭啊，没有盐的味道，没有醋的味道，只有辣。啊，你那去搁那个充电器？啊，你是要去的？对。这辣子。还得要个叫你？我着急，我着急。今天看到工地外面这个场景啊，我心里萌生了一些想法，瞬间不想进工地了，想改行做点生意。有做过这种生意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给点建议啊，看可不可行。